你为什么要和这种人相亲啊？什么样的人啊？你是谁呀？啊，我哪样的人？我怎么样了？你有对象还想什么亲？哎，你个小姑娘怎么瞎说话呢？你左手无名指有两道浅浅的戒指印，一般人看不大出来，但是我看出来了。一道应该是之前脱戒指造成的，另一道应该是今天戴上又摘下来造成的。而且你左手关节处又被磨上了一块皮。我猜，你应该是和对象和好。 现在看上我们荆楚阁的花容月貌，转移目标了。我喜欢戴戒指，行不行？这算什么证据？还有，你身上除了自己的香奈儿五号香水味之外，还有一股淡淡的男士古龙香水味。你别告诉我，你喜欢同时喷两种香水？你谁呀你？苗苗苗，你闹够了吗？我闹。对，你闹够了吗？好，荆楚。我就闹了。